九分库和八分库的区别。八分库和九分库最主要的是长度不同，九分库比八分库长10厘米，另外还有效果上的区别。一、长度不同，九分库的长度是90厘米，通常裤脚在脚踝的位置，九分库是按照正常裤子的长度的1/10做出来的，八分库的长度是80厘米，通常裤脚在小腿肚的下方，八分裤是按照正常裤子长度的1/8做出来的。二、效果不同，九分裤穿起来可以显高显瘦，能让身材显出更多的美感，很适合腿比较长和直的人。八分裤穿起来显腿长且比较时尚，搭上一双小白鞋，然后把脚踝露出来，就会使人显得更高。三、适用人群不同，九分裤更适合腿比较长的人穿，因为九分裤的裤子会盖住脚踝，看起来会比较修身。八分裤适合腿比较短的人穿，因为把脚踝露出来后，身高看起来会更高一些。